咱俩亲个嘴呗。我跟狗亲我都不得亲。咋的？给你机会你不亲，你现在想起我来了？你上楼底下收拾店买二斤压缩骨说了说了呢。我给你一百。喂，你先五百，五百吧。不，你真要亲呢？这么多人，你不害臊啊？我着急，我真有事，你别管了，行不行？二百行不行？你他妈怎么带滑架的呢？不是，我寻思一会儿我得打车回个家啥的呀，我钱不够了。二百二百，一百呢？咋的呀？这我还没吃饭呢，我一会儿我寻思我等会儿面皮啥的吃。我他妈说揣一口揣一口，那我当啥了？一百一百吧，来吧。二十得了。你也没拿我当人呢。性价比再高也不能说二十块钱踩一口啊。那你实在不行你拉倒呗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下班了。便宜没好货，我再寻思寻思吧。干啥去？我天冷，我寻思我上那边买条秋裤，我拿你，我先练练砍价，我寻思，先带一条。